这是几台急救的一件，来吧。警警响了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是什么？什么呀？妖怪，妖怪啦！什么鬼？快过来！想摕回宿敌之灵，只有一个方式。龙主当真不愿和平解决吗？真是好威，血力回宿。龙主。这是什么怪物了？这里只有一个人。好，难道这就是李鬼？您回来了，我的孩子。李鬼是什么？经处灵界大战，姚新将所训练的战力。今麦状况是安怎？卡起了酷酷。大师兄，看你眉头深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杨新将果然无事，所办李鬼大军即将攻上灵界，众人快回灵界！红雕，你什么时阵也需要别人保护了？虽然我是真容易啊！你是在讲什么笑话？小下对主人都有不敬，实在是实在不好。将上尽头，你想离开，最后一招决定胜负。是风雪惊天宝鼎，有天人失丧。总之，应该人无抛弃朋友都走的。我花如梦雕，一剑无尽，回我一个门。无奈呀，侠人将无想。侠心就杀死。我看得上的对手，果然无让我失望。用出你的绝技，替初见为下休止。最后一招了，天下间。你是第一个见识之人，速交吧！十一，心魔毁我，一剑无声。啊！苏尊，苏郎。